这两天我在全民出媒这边做了新闻自动的新闻议题看看，那用的演算法是 LSA， 然后直接做 K-means， 那这边做了10个 cluster 出来，大概可以看到说第0个 cluster 是高雄七报啊，然后第7个是北市选举啊这样子，然后再用这些关键字来做 TF-IDF 查询以后，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新闻是哪一些。那这个 corpus 有30000篇文章，那看有谁对新闻议题有兴趣的，就可以来找我这样。好的，很简单，谢谢。太快了吧！